我要去做卧底，然后呢，拯救世界。太酷了 ！Death Start， 快点！快点！大家好，我是格鲁。最棒的生日聚会，你说一下。这辈子最棒的生日机会。好，真好。希望大家可以到电影院看我配音的电影。哇、哦！你听着，我整天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你让孩子梦想破灭了。好不容易有一次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合作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动画故事，一个很喜欢的格鲁，啊、嗯，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物。是希望把它做得好一些。我喜欢格鲁的性格，而且它里面有温暖的东西。就算没有一个人喜欢它，也不代表这东西不好吧？我恨你！我知道你为什么是男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你是男的，因为你是秃子。只说一句，一句一句来啊！我知道你为什么是男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你是男的。你大声一点，大声！我知道为什么你是男的，因为你是秃子，因为你是秃子，秃子，因为你是秃子，秃子，秃子，因为你是秃子，因为你是秃子，秃子，秃子，因为你是秃子，因为你是秃子，所以我就知道你是男孩喽。我知道你是。我知道为什么你是男孩，因为我是秃子。有时候我看着他，有时候我看着他，总想着会不会孵出小鸡来。我会不会孵出小鸡来？来来来，听妈妈说。知道为什么你是男的？什么意思？因为你是秃子，总想着会不会孵出小鸡来。一定意义上，他不是一个。严格意义上的好人，啊、哦，他有那么多的缺点。这次他是走进了所有跟他一块儿建的那些人的队里面，是要展现他开始试图做一个不是那么卑鄙的好人，啊、哦，但其实骨子里还是很贱。你向我们尊敬尼法里亚博士是以崇高的敬意，感谢你多年的辛勤工作。二十一响，屁炮送行。格鲁开始谈恋爱了，这是一个在二中很大的一个手笔。想看这个贱人怎么谈恋爱吗？就一定要来看《神偷奶爸》。嗯，再开心，不停地说。五日五月节。五月五日节。五月月亮的月。五月五日节。五月五日节。开心一点了，一二三。五月五日节。五月五日节。再开心，再开心。五日五月节。五日五日节。大家好，我是格鲁。我演的《神偷奶爸二》会在一月份和观众朋友见面，而且我是3D 的哦，我可是3D 的哦。想看我跳钢管舞吗？想看我歌唱吗？想看我在戏里怎么当好奶爸吗？想看我再怎么偷月亮吗？请跟我一起走进神偷奶爸的世界。神偷奶爸二，不见不散。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风靡全球的动画电影《神偷奶爸二》登陆中国 3D 中国巨幕 IMAX 炫彩呈现。邓超现身格鲁，是的，当然。Cindy 演绎超可爱的 Agnes。《神偷奶爸二》1月10日欢乐上映。